Hello， 各位模型大人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特人最喜欢模型的阿燕。我们今天收到了这个厂商提供的遥控战斗机械手臂，噔噔！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开箱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，算是组装玩具吗？其实这应该算是桌游吧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有趣的组装的桌游战斗手臂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它到底是怎么玩，怎么一回事吧。那这个是厂商的一个先行试出的版本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它原本的图，应该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原本的包装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先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样子吧。这个哎呀有点重量，哇哇，这个可雷哇可雷哇哦，这个包装台湾的部分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包装，也许有中文吧，我不晓得。不过我们现在拿到的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很好玩的，来直接开箱给大家看看。耶、新玩具呢？没有错啦，新玩具就是要给我们这种专门开箱的频道开起来。哇，这个好疗愈的塑胶袋，咔嚓的开了起来。这个封面啊，噔噔，哇哇哈哈，好精美哦。这个是说明手册，哇，是英文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应该就是可以照着一个说明把它做起来。Cup of water， 要一杯水做什么？然后要一些简单的工具 ，OK。哇，零件表，还有这个什么战斗桌垫。哇，真的是，看来要花点时间装起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原木的感觉还蛮不错的，我们拿一块起来看看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方形的木块，相当的可爱。那再来这个是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是一些金属的零件，来这边看看，哇，这些都是零件哎，这个是叫做液压套组的那些零件吧，这个算是有点像是科学玩具的感觉，因为它应该是蛮寓教于乐的。继续开，哇，真的是都是零件哎，还有这个像是液压管的东西，把下面的那一层直接拿起来看一下。哇，有这个对战桌垫，哇哇，里面还有零件，橡皮筋跟一些金属件，还有好像有强力磁铁在这里。那最后就是这个组装本体用的这个，应该是雷切出来的零件吧。哦，它的零件编号都有在这个板子上，所以其实组装起来应该不会太复杂，都有编号编好了。什么高密度的纤维板吧，应该是蛮耐玩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快速的把它组装起来玩给大家看啦。在组之前，我还是先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板子是什么感觉好了。它这个好像是用很精密的雷切切下来的，所以哦，所以应该是很轻松就可以搬下来吧，不会很伤手的。哦，这样推一下就会起来了，水哦，这边缘都非常的平整，不会割手的感觉，还不错。来，我们刚刚稍微组装一下，它这个组装的精密度感觉挺不错的。你看，像这个还可以稍微拆开，其实是觉得还蛮精密的啦。它这个都卡的相当的紧密，这个你要把它拆开也可以，然后装上去也没有问题。我是觉得这算是相当的紧密啊，还不错，觉得组装感还蛮好的。然后说明书的部分，因为这是厂商特别提供的，所以是英文版。那正式的会有中文的说明书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准备这个零件，因为就要用到这些液压的，就是要稍微涂一下这个润滑油吧。
然后我们就来进行这个动作吧，把它涂一涂，把这个都做起来。哇，这真的还挺多的。那我们就一弹指把它打开吧，把它这样塞住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塞进来。然后这边要涂点油啦，那我们就用它附的这个油，这个应该是油吧，这个紫花垫，还有一个像砂纸的东西。好，所以这个油是10克，它是说要挤在这里。不知道挤多少，有这么多汁，应该一点点就好了。来试试看。应该是可以吧。哦、OK， 有图就好很多。好，再来就是把每一个都准备好。好，就直接做起来。好，我再补了一些，就是让它更多一点，让每个都很滑顺的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是照说明书，要把这个有一个头要把它装上去，然后再来就是把管子切好，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前置作业就可以完成，就可以一次组装起来了。我看了一下说明书，他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面这个头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前面的头装到这里。感觉这样装上去就拔不起来了，然后之后这个可以，这个里面这个是橡胶的，就是应该就是把它可以拴住用的吧。好，这个液压的我们弄的差不多了，那润滑油都填好了。再来就是这个管子啦，管子的话我看了一下，它是附了2根500公分的，所以这边的话这加起来应该不到500，也就是说这个是要做2组，也就是2组总共5条线，第一条135，第二条125这样。然后为什么要比，就是要你做记号。好，这个我们就也是快速的带过哦，直接变成一段一段的吧，变，哎，嚯哈，完成啦。然后我多帮他标上了这个编号，这样就可以分辨得出这一大堆管子到底是哪一号管嘛？你看有1、2、3、4、5号，那的确刚好全部切完这10条线哈。好，全部的零件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组起来，耶！来，组装到一半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整体的这个组装感是真的不错啦，而且这个很精密的感觉，你看按下去哦，这种精密感是有的，相当的精密，那种感觉很不错。那我们就期待把它整个装起来吧。
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Unpow 遥控战斗机械手臂的一个开箱跟试玩的部分啦。那基本上这个算是一种桌游吧，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算是第一次开箱这种桌游类的影片。那这个桌游也是相当特别的，就是要自己组装，然后附有这种科普啊科学知识在里面，就是寓教于乐，你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，包含了这个机械的调整，像我这个后来花很多时间在调整里面的那个液压的这个液体，还有这些管子的松紧，对，就还蛮有趣的啦，就很像真的自己在教条机器人的感觉。那这个手把我是真的觉得很酷，真的很酷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别忘了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影片下方的连结哈，去给他们多多支持一下啦。那如果喜欢阿燕的开箱这一类比较有趣的桌游啊，或是很酷的这种开机器人的玩具，也别忘了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阿燕哦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开箱分享，那我们就下一回的模型开箱影片见咯，那拜拜。Yeah. 啊，夹夹。